好的，那我们今天对，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开始了。就是首先欢迎子琪来到微博参与明星特别任务的直播节目，然后先给镜头前的粉丝们正式的打个招呼吧，正式的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行，然后我是谁就不和大家说了吧，我是王子琪。是，然后在过程中呢，我们也会看一些粉丝的提问，然后我们来进行，可以进行一些回答，也希望粉丝们可以在直播间多多提问，然后多多的来跟我们子琪互动。好嘞，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环节。首先呢，我需要给子琪一个这个隐藏任务的卡片，然后你打开之后只能自己看并记住这个任务，然后也不能给镜头前的粉丝和网友看，也不能给我的同事们看。对，主要的就是我们要记住这个任务，在整个的活动环节中，然后让我们的同事去帮你完成这件事情。在整个活动的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揭晓这个任务你是否完成，然后当然如果没有完成，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小惩罚。 okay，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这个就放我这儿。对，这个你看完之后可以回收给我。你不会换吧？我那就是说粉丝想换吗？那我们换一个，开个玩笑。好嘞，那我们就进入第一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呢是明星发布会，其实主要的就是一个粉丝的互动环节。然后我们也是在线上，就是跟超话联动来去那个寻找了一些可以参与线下活动的粉丝，然后来参与这个环节。然后首先呢，我们来进入环节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快问快答环节，就是希望粉丝和子琪同时说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来测试一下你们的默契度。对，然后先请我们的第一位粉丝，对，提问，对对，可以，就是你们是要对着还是上台都可以，对，我们对着都可以，对着都可以，对着就可以，对着就可以了。对，那你们一位参与吧，咱们公平起见。对，我们公平起见一位啊。然后我来提问，我们来快问快答啊。第一个是热气球通常怎么称呼？王哥。真的，我们要有，我们要有一个竞赛意识，王哥，赶紧说。这问题没说完呢。咱不再抢答了啊！就等我说完，我说三二一，然后咱们就开始说，好吗？好的，来，好嘞。然后齐圈的口号是什么？三二一，暴富。好，第三个问题，子琪的出道日是什么时候？一月最强了。好，来，我们来第四个问题啊。第四个问题是，子琪的腿长是多少？一米五，两米。1米5，那是真的吗？我们可是有尺要量的哦。那我们现场要不量一下吧？来，我们来。1米5是不是多了？等一下，我来，我们可是我们可是有尺子来测量的啊。1米2，1米2差不多。差不多吗？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量一下怎么样？来，然后那个由来，我们来现场测量一下啊。这个鞋也算进去吗？把鞋子穿了。我们是说没看见这个鞋，咱们不是光脚来的吗？113。对，113。那其实我们说的还是113。113。对，是那是跟120差不多。对，其实也就120。那其实还是我们这个问题，还是子琪回答的是对的啊，你看。好嘞，有惩罚吗？有惩罚吗？惩罚咱在后面说。咱先不说。然后咱下一个问题啊，子琪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三二一，斯诺克。开球。没有默契了这个问题。好嘞，那行，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就差不多了。其实大家的回答差不多，都是一半对一半。对，这我还是很了解我的。对，这个默契还是有的，所以说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对我们越来越好。对。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呢，我们提前在超话开启了征集活动，然后收集了一些粉丝的问题，然后这一部分呢，由粉丝的代表来向你提问，然后你来对他们进行一个回答，然后看着这个镜头就可以。好。然后来。对，然后你可以就是提问啊，没事，你站这儿。就是前一天，然后我们在超话征集了一些问题，想向你提问。第一个问题是，
最近让你感动的事情是什么？最近让我感动的，那个机场的热闹。好，那么看到自己的名字上热搜会有什么反应呢？没啥反应，看看看看看看那个啥事儿，看个热闹是吗？对。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600万的福利有想好是什么吗？已经录好了。好，我们期待一下。已经录好了。录好了，所以是一个视频。是以视频的方式来放送。然后第四个问题是，你认为演戏给你带来的意义是什么？演戏给我带来的意义就是有点大，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可以尝试不同的人物的人生的感觉。对，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挑很多不同题材不同类型的故事去拍的原因。然后有没有一直想要去但是没有去的地方？想要去光顾着搬砖了，忘记旅游了。好，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歌单推荐呢？就是有没有推荐的单曲或者是最近听的一些音乐？最近听的还是听的周杰伦的，没有什么新歌在听。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做过 MBTI 的测试？ MBTI 是不是就是那个人格的那个？对对，我做过，但是想不起来了，是我是 INTI INTJ 吗？对，好像是 INFJ 和 INTJ。 好的，谢谢王哥，我完了。好，谢谢。好嘞，那我们就是这个环节还是得到了很多信息啊，也不知道粉丝们是有没有收到一个满意的答案。如果收到了满意的答案，可以在公屏就是屏幕上然后来打出来说自己收到了，然后以及有什么还有其他的问题呢，我们也可以在超话中进行一些反馈。好嘞，那我们就进入这个环节的第三个问题。然后我们在收集问题的同时呢，也收集到了一些祝福，就也是通过我们的粉丝代表来把这些祝福读出来，然后让子琪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对，就是一些情感吧，感情吗？他们会来读。对对，就是对啊，对，就是我们也收集了，稍微大一点。好的，收集了一些就是比较走心的评论。就是第一条是希望我们子琪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地走向你想要的未来，我们也会一直陪在你身边，虽然生活不会总是那么如意，但是希望你可以自洽，清醒而坚定。像你说的，我们都要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对，好好搬砖，对。希望你快乐健康，开心可以营业，和我们分享你的快乐，不开心也可以和我们营业。说出来让我们快乐一下，上面是写的，不是我加的哦。不开心也可以营业，让我们快乐一下。第二条是希望在以后拍戏的时候注意身体，注意安全，注意休息，尤其是你的眼睛。看过你无休止的工作，看到你在事业上一步步的坚持，我知道这是你的底气，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你的所有成绩都会配得上你为之付出的汗水。好啦，这是第二条。然后还有最后一条，经历了几年的沉淀，你的努力，你的作品也终于有了回报的声音。我想这不只体现在粉丝上，更体现在你日后的演艺道路上。要抓住每一个和老戏骨对戏的机会，磨练自己的演技，挑战更多类型的角色，选择更好的剧本，呈现更好的作品。接下来的路就祝你万事顺意，前路光明，向着前方奋力奔跑吧。谢谢。对，谢谢，就是粉丝真的就是写的非常真情实感啊，就是也是希望我们子琪以后越来越好。大家以后呢，如果有什么想要对子琪说的，也可以到你们的小天地子琪的超话里去，去发言去发帖。没事儿，到时候等会儿我会给你来读一读，然后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也可以给粉丝看一看他们的一个弹幕。好嘞，那我们第一个环节就结束了，来进行第二个环节，隐藏技能的挑战赛。然后第一个技能呢，就是听说子琪写字很好，对吧？咱就是说，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我们的纸和笔。
对，然后我们可以写一些写下对粉丝祝福的话，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粉丝的祝福了嘛，那子琪也可以把就是自己想对粉丝说的话或者是祝福写出来，然后我们呢后续会通过抽奖的形式把你的祝福送到就是用邮寄的形式送到粉丝的手上，对对，让大家感受到这份温暖，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写了，可以大概写两三个都可以啊，就是看子琪想写什么，或者以画画的方式也 OK， 对，就是看子琪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这个可以给粉丝看一下，可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写个日期签个名嘞？啊？写个日期签个名嘞？写个日期签个名。对，我们可以对，然后可以给镜头展示一下，让大家看到我们对这个没，可能有一些粉丝朋友就是或者是网友收不到这一份祝福，但是也希望他们能通过屏幕来看到这份祝福。对，希望大家努力暴富，然后不是为了暴富，是为了好好生活，真的就是很实在的祝福啊。然后我先帮大家收起来这一张，然后我们再来下一份祝福。给学生党，给学生党写一份。好的。就是想得很全面啊，就是我们工作的有朋友还有粉那个年轻的朋友都会有一份这样的祝福。有很多人在说希望可以考研上岸，然后有大学生的粉丝，对，大家真的很踊跃，然后大家也在推荐你说是不是可以去大理去旅游一下，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大理我去过了。啊，去过了。对，好嘞，那我们说下一份。对，高考，高考不是终点，是后面人生的起点。对，哇，这个字真的写得很好看哎。好嘞，那我们这个祝福环节就结束了。后续呢，大家可以关注微博明星账号和微博粉丝联盟的账，那个明星粉丝联盟的账号，然后我们后续会有一些抽奖的信息在啊。然后这个环节的第一个技能我们就结束了。还知道子琪就是看到了我手上的这个飞镖的，肯定是有一些这样的隐藏技能。镖真不在我技能范围内，是吧？可以的，可以的。然后我们准备了一个。对，我们稍微挪一下镜头，然后我们转到飞镖的一侧啊，然后我们，然后这是飞镖，真的不是我记得。对，我们可以试一试，我们可以当做可能是在哪？在这对，你就可以从凳子这儿的一个线，这么点。对，就是咱就是说大放水，哎，就是说，哇，这哇，我真的太棒了。真不是我自己。来，我们来十个啊。那你就转过去。可以上的，可以，可以的，可以的。哇，真的很牛，已经有两个了，已经有两个快到靶心的位置。它越多。我们换一个方向其实也可以。哦，真的很不错，随手扔真的很不错。状态来了，哦，状态来了，状态来了。一定要中黄金是吗？我们努力。你还不如给我去借呢，这玩意儿。这个就不算了，我们已经投了。
七个了啊，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好了，最后一个，我们努力一下黄鑫。好嘞，好嘞。那其实我们今天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就是有大概一二三个。然后我们可以稍作调整一下，我们准备进入第三个环节。第三个环节呢，我们将进入公区，然后先跟就是微博的老师们打个招呼，对，然后我们送一送小礼物，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准备往那边走了。好，我们就可以准备走了，大家稍微让一下。好嘞，咱们稍微让一下，准备怎么开启。老师，嗯，谁取啊？来，就是你也在，来让一下人。刚刚没在，你在这儿。王哥今天好帅，这个笔不太好。这个笔。后面还有个动作，请后面现在是我要在前面。好，我们然后我们这边就是通往魏公区的公区，新闻的公区啊。然后经过老师们多多支持我们子琪的作品啊，我们子琪后面还有很多就是好的作品，也希望大家多去看。好，我们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大家。对，然后我们右拐，右拐，右拐。让我走前头。哎呀，亮亮，我这楼呢？让我走前面，让我走前面。然后到这边呢，就是我们新奥娱乐的公区了。然后我们可以先跟老师们打个招呼。大家好。对，这是我们子琪，希望大家下午好，下午好。作品。对，然后子琪准备小礼物，然后可以给大家送一送。对，你找他的肩膀，来让一下，来让一下，然后这是我们商业的老师，也希望老师们多多支持我们子琪。好的。对，我们来给老师们送一下礼物。这边。对，后面我们还会往后走啊，后面我们还往后走。对，大家小心小心。对，然后希望我们商业老师多多支持我们子琪啊。好的，谢谢。对，好嘞，我们就。怎么了呢？啊，可以啊，你还可以。好嘞，好嘞，然后我们稍微把后面的地方清一清，我们往后走一走。欢迎，我们稍微让一下。好嘞，我们继续往后走了，后面还有我们后面还有礼物可以送。啊，我们往后走了。我喜欢你三年。啊！我们送礼物，千里我送给一个高考的小女生，今天要把她送了。可以加一个多三张，就是我们后面会有，我们再往后走的都要。来，往边上看。好，我们稍微签一下，我们稍微签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后面还有环节，对，我们。就是我们尽量，我们先往后走，我们后面有环节，我们后面还有环节。才那么客气的。好，慢慢来，慢慢，往后走。后面还有环节，大家可以在后面的地方来看一下啊。这个笔不太好，啥玩意？谢谢，王哥，慢点，我们还要，大家不要把通道堵住了，我们往后走一走，往后走。好，大家不要把通道堵着。好，我们往后走一走，给老师们送一份礼物。来来，往后走。直播账号。好，我们往后走。这边是我们微博明星的大本营，大家举举手。对，大家非常热情，对，日常也会给到我们很多的支持，希望老师们多多支持子琪的新作品。好，谢谢。对，大家可以送一送，可以给大家。对，送，我们往后走一走。对，我们可以往后走一走啊。这里不知道。好，我们先不签了，后面先不签了，我们往后走一走。直播走一走。
在我们线路前，我们后面还有环节。来，让一让。希望老师们多多支持子期的新作品。好了，我们再录不下来了，我们往后走，我们后面还有环节。好，我们可以给大家送一送礼物。是，然后。好，我们可以往回推送一下。好，我们那个水后面水在底下，水在底下，好，我们往后走一走了，我们后面还有环节。后面还有环节，小心。好，我们往后走了，我们往后走。好，我们往后面走一走，
好，我们在这个位置有用。下班一定要按时按点下班，下班必须要按时按点下班。王总都这么说了，那今天晚上你就按时按点下班。一会儿领导回来，对，等会儿领导回来，你再跟他说一遍，说今天啊，这个不跟我，对对。然后好，我们那文老师觉得这个问题怎么样？满分，满分。好，我们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谁来提问？好，我们谢老师。嗯，就是如果你跟你的领导去聚餐，然后你领导选的餐厅，他跟你说，他说小李今天点的菜不错哦，你怎么回答？小吗？今天点的菜不错。对，他在夸你。教教我们怎么回答？好吃多吃。直接一点的吗？把单买了吧，领导。全炫你嘴里。领导不用开票吧？吃也堵不上你的嘴，你敢这么说吗？对吧？吃也堵不上你的嘴。你跟领导说，谢谢领导，我叫小王。啊，谢谢领导，我叫小王。学习了吗？是不是今天学习到了很多很多，就是高级，就是还是没有缺乏这方面经验。所以没事儿，以后就来我们微博上班吧，来做我们的明星，就是一日星同事。有工位吗？可以啊，可以啊。更宽敞的工位留给你。怎么样，是不是还不错这个位置？然后这个位置外面还可以看到河水，就是依山傍水。对，晚上有夕阳啊。是吗？好嘞，那明天我就太好了。真的吗？好嘞好嘞。那首先啊，好，那首先给老板打个电话说要来签个字啊。好嘞，那我们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就过了。再来一个啊。好，就是你在排队买奶茶，然后这时候突然后面来个人说让一让，你前面那是我朋友，我要插队插你前面，这种让一让，你前面那是我朋友。对，然后他要插到你前面去。嗯，你怎么办？你怎么回应呢？你就让他插队了。如果不知道也可以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看一下弹幕有没有。
对，我看不着弹幕。哦，你看不着。对，就是屏幕前的粉丝和网友没有，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对，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回答这个？就过去了就。你可以趴在他的耳朵边，求求你不要掐，王哥，求求你吗？求求你不要掐我的腿。你让他把他朋友站到你在你后面，他的牙上有菜，万能回答。就让他朋友站到我后面。对啊，到后面来你俩会合呗，为什么要到前面会？王哥，你看，大声说，这里有两个人插队。啊、哦，对，你可以大声的说，都让一让，得插队的让一让来。学习了吗？学学会学废了。买奶茶大家都点外卖，不去店里了。啊，好神奇，这个回答非常好。啊，那我们还有老师有问题吗？王哥，我也有问题。好，还是关于奶茶的问题。你正在公司喝奶茶，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你不太熟的同事说我也想喝一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说呢？女生会来喝我奶茶吗？不会吧？那可说不定。对，就是那个别有用心。那如果是领导呢？啊，学习了，学习。不愧是王总。那怎么样？这个问题，大家满意吗？满意。是吧？非常满意，非常好。这个回答，我们其实，在职场中，其实该拒绝也是有一些，就是自己不舒适的东西，然后我们也要去拒绝啊。嗯、还有没有啊？啊，这位老师。就是说，你跟同事。饭桌上有人说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你太老实了吧，你要怎么？我饿了呀。好真诚。我要吃饭的呀。你说吃饭也不算开心。就这句话在吃饭的时候是万能用公式是吧？对对，那是不是今天有一些收获在？学到了。对，那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就是子琪多才多艺嘛。那其实最近也说比较喜欢听周杰伦的歌。那既然玩得这么开心，就给大家清唱两句怎么样？什么想边唱边跳，那也不是不可以。唱这这一题跳舞下的，王哥这是跳舞前的准备吗？准备擦擦汗。这我们先唱一次。这是不协调，别跟王哥跳舞了。跳舞啊！班草帮我。那王哥来唱一个《黑色幽默》啊。回到过去，王哥你就行了。回到过去啊，对对对，想回到过去，试着把故事继续，当试着不再让你离我而去。可以了，可以了，今天太久了，今天太久了，然后我们在这儿就是结束我们的视频，来，我们在这儿。蛋糕，对，给大家送一个礼物，对，玩的太开心了，忘了给大家送礼物。谢谢我们两个，哎呦，你是有多久毕业？是明天我们要做人。还记得你之前学到的课吗？优秀毕业生。我用的还可以吧。谢谢王哥，把你当成标杆了。姐，你觉得跟其他人怎么样？没有，我还。好，我们来给今天的老师刚才提问的老师有没有谁没有拿到呀？谁有？没有什么，那我们先问问王哥吧。是，对，这是这位老师吧？对对。王帝，看我教的。蛋糕也堵上你的嘴。对你送给他，告诉他蛋糕也堵不上你的嘴。蛋糕也堵不上你的嘴。好，我们这位老师，我还没拿到王哥。对，谢谢。对，然后我们往这个学费啊，学费来一个吧，谢谢。我也想要学费呀。然后就是这个人交学费吗？来，然后我们送一送呢，这个今天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对，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去到子琪的超话留言。谢谢。对，可以去到子琪的超话留言发帖，然后我们子琪呢也会不定期的空降超话。对，然后来给大家就是，啊，行，那我们没有拿到老师的后面再就是再看。